近日由秦俊杰、徐璐、胡海峰领衔主演的悬疑谍战巨制《天衣无缝》正在热播，话题热议不断。继一触即发《伪装者》之后，这部大剧也是张勇谍战三部曲的收官之作，剧中汇聚了老中青实力派演员的卡斯阵容也是相当强大。这不，近日记者就采访到了在剧中饰演贵义的胡海峰，剧中穿着制服的模样确实帅气逼人，气场强大。我这次在《天衣无缝》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是军工署副署长桂义，也是上海警备司令区副司令员吧，应该算是人称桂军们啊，是个权高位重的高官。怎么样，这霸气是不是可以跟陈伟霆的张大佛爷相抗衡呀？而为了诠释好这个角色，胡海峰甚至去学了3年的咏春拳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还能这样好好打磨自己的演技，确实堪称演员榜样啊。我是为了这个戏学了咏春拳，我学了3年吧，快3年了。就为了给这个人物，也就是说你们所说的那种技能吧，我以前不会，因为准备这个戏我去学了咏春拳，而且爱上了这门拳术，这可能算是一个新技能吧。而这位年轻实力派演员的演技确实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认可，人家演的明明是霸气高官，可硬是被观众们说成霸气中带着萌萌的模样，瞧瞧观众缘就是好呀。我觉得好像观众还挺喜欢我的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被玩坏了，给我起好多外号，什么大贵、小军门、宠妹狂魔，什么护犊子狂魔，什么什么各种外号全给我起了，就是我觉得挺好，我觉得只要观众喜欢，只要观众开心啊，我也没想到我演的这个角色对于他们来说起到了一种这样的效果哈，就他们觉得我很萌，我也不知道我这角色怎么能给大家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，我不知道我怎么就萌了，我就正常嘛。